他不敢。我爹爹查儿，母亲离世，爹娘非身多难，只是我单丁独子，陪查翁娘回去。我们夫妻自从成婚以来十分恩爱，只奈家道一贫，难以脱身。我每日里深入暗藏苦的文章，但为之何妞妞能有翻身的日子？不是书房下至家长之事，怎不叫我去藏呢？大伯子女到来，我离开长津观看，我还是叫出娘子夫妻两人商议一番。你跑娘子那里来了？贵人娘子，不知相过无来，娘子。只为他比子女到来，为丈夫心想长进贵康，不知你娘子心意是何？贵生，你我成婚所用，正乃家贫日新，倒是离开长进而去，世上不放你上进，只怕你我差钱难以翻身。更况朝堂之中还有年老公婆，不免去问个明白。啊，娘子此话说得有理，那么
我们还是转过茶道请出爹娘乖孙。就明白了啊，爹娘，快快请坐。你们夫妻两人不在小王之中，到朝王后来，一来相公不问公，二是小人，那么儿女，爹爹母亲，只为今年他比子女到来，而我。心想上金贵上金是啊二郎为娘知道都是之人为了功名众爹之人为了修真你到上金贵康这里是家道贫穷一时三餐饱足也难以充饥哪有宁知好送你上金贵康呐真的是草家文凭苦着难度我方此去竞争路远迢迢祝女儿无有贵粮也难以飞腾呐弟弟母亲娘啊儿啊Oh
来的上去，难道这个差家不用翻身死不了？这倒奇怪，他们一家人好又在一起哭了，不知道又遇到什么难题。带我进去吧。这里有把米也得也得，真的是我差家也想起来，结账的是此遭遇，真是我感恩在心。哎，何出此言？岂曾兄弟何算两家之外？我见你们此次哭得伤悲。白米子又遇到了什么难题呀？也只因大别之年已到，我心想上京观考，苦叹我张家家贫世俗，口舌难渡，无有银子等着国家伤心呐、啊！此次之来，再要上京赴试，身无分文，寸无难言，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啊，兄长。也对，其实再要上京赴试，他十年长，但无用意。离开上苍上京，关于这路飞马，一切与我担待。哎呀，多谢宋公。哎，起来，起来。那好，你们话别几句，带我去赐银子来。多谢宋公。宋公，不用，不用。爹爹母亲，徒儿啦，想不到宋有如此好心。徒儿今日要上京观考，你万不是知父老最多银装真银。爹爹，你吃饭要上京而去，你来困。家中高堂也是风烛残烟，来日不长，去日长了。今日一闭困起来，啥要骨肉相逢，只非三更梦见了。爹爹，你要上。进而去，为母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你有什么言语？在跟前谈家无妨，不家无敌。远方银
老年辈你苦子啊越来越远也只不美劝我莫要再往把下千言万语并这一句一路之上四季动心与鬼无关一道进行你要早点下心为来母亲放心孩儿机子了鬼生娘子瀑布一算已经真为领导但等受工到来在我这里有五十两银子但不知道给用不给用啊送这么你送给我五十两银子我一路之上我要勤俭节约也要包得紧紧嗯混了多么你家说不真的银两真是在生之物夸夸见过道理啊请恩父很老起来拜见公的媳妇儿起来谢公的哎是把你赏金赴死与官武官造下私心为乐是的免得老爹娘在家查不行好我确实放心我一定不顾为你们一片仔细那好大姑大嫂我们不妨今年去唱呆唱呆让五娘送他一程是我不这番我好要离家上京留笔送他一程是老李子说说我们进来去吧你有鬼无鬼要早些回来切莫忘巧儿老弟一番教诲呢弟弟放心娘子鬼生此番离家而去得为妻送你一程与老娘子了。
亲，愿他一路平安，愿他亲朋的命早日回来。江山本是君王训，本朝天子本朝臣。夫人早亡，妾下单身一女，如今母女成身长大，早已终身拆配，老夫我才朝文君，享不尽荣华，谁不尽富贵，再也非得妄想，思想去了好不叫人威风人恶意。状元传吧，这么有状元传吧里了，当桥上喊。一炮失中，前恩师告诉了。请问唐月姑，不知你家在哪里，姓在名在？我嘛，恩师啊。可惜啊，这是一套身上龙恩，还一套恩师之福啊。哦，对对对，哎呀，是呀，今朝员工抬茅送权辛苦得多，老夫妻下还有一女，不妨陪我将女儿的终身许为唐月公为妻吧。啊，唐月公，恩师。你今日奉旨传八玉佛，老夫都有一言难语气指望。俺是玉娃，谈天无法。No， 老夫妻下还有一女，成身长大，从你终身出配，
老夫既是心想许配于你，不知你心意如何啊？不不不，恩师你在哪里话呢？小门生家中早有七王配君，哦，不能不应啊？怎么？你家中早有七王配人了？啊，是啊。啊呀呀，赵玉公啊，如今你得到了辛苦状元。堂堂长月宫配了三王四妻，你可配的吗？哎，恩师你在哪里话嘞？像我小小辛苦得中一点小小的长月，我哪可抛弃从妻呀？这个是自在的，你不肯在地相夫找亲哦？啊，门生实乃聪明。那好，既然前来传报于我，有道积累之作恩子，你参加到我死亡恩登记人。这恩师，当月光起啊，此次多谢恩师。是呀。目见曹月公人事分析，他哪哪不肯在这相府找亲，这边将我的不错，但我还是长早就知有万岁作之啦，与我祈祷长乐一套。皇帝朝用有牛青长年九子，有寡人作子，寡人为妹，年差长远在牛相府早亲，孙子的话请在下恩、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查长哟，今有万岁圣旨，你难道还要为朝不仁？哎呀！
大官过来面叫一声，此次却公约我堂上，宴席快快起了。宴席该人不是常人，今日就让你们我分，你进来给赏一下。真名今有唐月公在幕府道歉，陪我吩咐下去，来旁住养月亭上，唐卦登记台下红尊菩提，定期发作。
那边老爷请了啊，这是小姐请了、啊、老爷呀、啊，你是一个为官人，我与你已经八个堂成为夫妻，我叫你老爷，你立刻还我一生夫人，你叫我小姐算什么脸子啊？这个嘛，小姐，我要是说出真情，让我小姐原谅于我。老爷呀，今日来是新婚宴儿，我见你面当俱用听雨心思，也倒是夫妻两人一夫同乡，与难同当。你什么心思尽管说出来，为妻当作为你分女将来啊。多谢小姐，小姐、嗯、你可知我不嫁家夫也有糟糠之妻了？你说什么？我家中有糟糠之妻了。皇上身姿飘香，啥是上线太妃，岂不是为考了皇上身姿与赤军之人？何况他乃是为官之人，一气而亡，倒也无妨。只见他自私的里话中说的言语道理，对我还是与他说过明白。他助他，我助小，姊妹们家与他。老爷，小姐，你刚才话我已经明白了，说什么你家中王爷糟糠之妻？是啊，那我不来责怪于你。为官之人一气而亡，倒也无妨。从今之意，我与你撇开夫妻，你还是下家心一封，叫侄子到相府之中来，相许荣华富贵。你，
是真的吗？真的呀。唐王子呀，千万不可失了两小子之啊！多谢夫人。那么，待我下苏西凤将我娘子到这里，你一定要好好的指美相人。小心嘛，明日早天下言事不迟啊！哎呀，对对对呀，今夜乃是唐王花之子呀，我们王子早些安睡了吧。老爷去。哎，亲妈，七分夫妻别无名，家里财多分想好，寻找起来一马到弟弟那里先去问啊，我们事先禀告弟弟，叫弟弟插身送去。啊，是呀，夫人放心去。那我们走吧。孙子下。哦，孙子来了。好吧，夫人，你暂且回避，把小孩接走。朝中元吉子，万万岁！奉天承元皇帝诏曰：万岁有圣旨一道，命朝中元到东宫滚读。圣旨的话，请在先。哎，万岁万岁万万岁！接过公公，阿爸了。好，公公，今日此万事才得府上百万之天，公众有事，不管讲理，就此告辞。祝有七老为公。喂，话来，老爷，夫人。刚才孙子我已经听到了呀。是呀，王王子爷叫我到东宫前去盘问你。那你什么是一同孙？今日此乃是钦差岳母大人，十个明白。有请岳母来了。啊，一
妻有相亲无日有下年哪里知道今在网上三次到来叫我到东宫前去陪着你哦网上叫你到东宫陪着是啊、嗯、那是一张席子呀哎呦只不过我还有一张信纸啊有什么事不妨讲出来家中外有赵康之妻他为王屋早日为家只是网上甚至叫我前去问到我也难以推掐嗯那么我还有私信一封叫你尤大人为了你把我送回家去叫我娘知道嘞哦对对对我倒忘记了你你年晚月也是要看见弟弟你日外有事啊这是送信的旨意你娃是多增点银两送到自治家中来的路上可以作为本村之辈、哦、好好啊好这次你们放心你死心不我查家人送的三百两银子叫家人送回家去啊多谢弟弟那趟家在哪里他的乡野叫进来外混淆结果乡野绑了写乡野乡野叫我出来也有素材叫你出来必为必死那这里有书信一封到那旁是三百两纹银送到同月姑家中不得有误拜拜有误王家命死光不着求此告辞那好弟弟保重女儿芭比你们要保重身体好有误放心来呀有一毛七老为何亲西东国本土他们夫妻爱一同而去老夫的下我也放心了向我是一马进相府足足下等竟在女相爷他叫我与书信一封银子三百两送往姑爷家中不错像我一生一世才得女相夫足足相等不为策略进什么我还是把银子拿下回到家中讨一个老婆姑姑那家一户不哭但我还是私下私心回家去一趟
想想连年造化，功不负荆，好叫五娘伤心。那边为什么人生往往这样呢？不知为了无辜带我去问嘞。那边大嫂请了，这样呢到底为了无辜？在王庙杀了，对了，大人先来杀了，我还是去到镇王庙前去领了。公公婆婆，你们在家等候，我去杀了去了。你要早点回来。向我上京赶考，得中了第一名状元。今日文王之日，包得内府先驱杀良，时候不早，待我往陈王庙一举便了。陈王庙里下多贼，今朝子我去杀良，背了一个孤独独，还是待我抱进去。谢谢董老爷。是嘞，再远一点。好的好的，莫非你先来领粮？对，我父亲早子是来领粮的。你叫我名姓？我叫亚天福。哦，家中有几个人？屋里向啊，屋里向人多嘞。董老爷侬听得好，我啊平地老公们有十七八个。什么？哎呦，董老爷，平地老公还好说了，平地老公十七八个，岂有此理啊！好了好了，家人，接他儿孙把你。董老爷慢慢叫慢慢叫，我肚里下面有个子。知道了，地址哪里？多一点啊。哎，办个过渡组只杀了两身粮，没办法，还是回去。想想董老爷吃的啊，来此一事带我进去。请大人。是嘞，谢大人。这位大嫂莫非闲来人了？真是。但不知你叫何名姓？名唤赵五娘。家中有几个人？家中虐于四个，只因为丈夫常不将上京而去，使今来相我，公公与的婆婆还与我。差不将，真是差不将与我同苦得中，怎么他家中如此贫困？好，来，赐他两袋白米。嗯，多谢大人。今日商量一笔，你与我关起大门。承蒙大人好心，赏我帮你，我一路迎着两腿顺愿，还是在此献上一位。
哎呦，我倒是傻女，原来是丈母娘啊！真是。哎呦，丈母娘，我今日屁都塞不到哪里去的啦！我到城隍庙前来商量。侬也是来商量啊？嗯。哎呦，丈母娘，侬为啥有介多问题啦？是。哦，我晓得的，谁不谁大老爷看见侬相貌漂亮，都不侬走了。虚阳无色，莫要走了。哎，妹妹叫，妹妹叫。哎呦，呀，丈母娘，侬介多个皮，我看侬背不动的。好了，今朝子来，我来帮侬背。不要，不要，我自己会背。我来帮侬背，我来帮侬背。不要。好的，好的，好的。你，哎呀，好的，大嫂。把面通通把我抢来的，今朝这个运气好啊！姐姐姐，哎呀，这衙门女一牛嘞，这衙道里些衙门女把啥地方去弄了啊？哎呀，那我的三年姑娘来牙开花，哎呀，原来是侬啊！哎，这是啥？这是啥？不要碰，不要碰啊！哎，这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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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晓得嘞。这个是不是白米啦？这是白米呀、啊！侬去领粮食去了？哎，今朝子到城隍庙里想去领粮食。那，侬屋里向大个人哪有介许多粮食啦？呀，搿大老爷可就个相貌好看不都不够呀？不来我三千，难怪侬哦！我小老子去领粮食，结果已经领光了，原来统统被侬领来了，是不是啊？侬没个？你上空虚，搿怪来怪去，侬自家运气不好个缘故，好再好再发，不能都。哎，慢慢叫，慢慢叫。侬这个人没介许多粮食个，那个粮食到底啥地方来个？我讲出来，侬不要被别人讲哦。侬晓得啦，今朝子啊，我粮食背来，坐了凉亭里向，想不到个丈母娘也来了凉亭里向，我是丈母娘搿里向抢来个，丈母娘搿里向抢来个。哎，哎呀，跟你良心话吧，丈母娘屋里向穷得了，来来来来来个位置啦。没有被丈母娘的粮食抢了个，好，侬好抢，我好抢个。小老子跑开，不要跑路子。啊，亚开夫，亚开夫啊！哦，侬啊，看看看，搿肚皮咋会今朝子肚子介快来肚子？哎呀，我马上要生小人嘞，我要马上生小人去的。我马上要生小人了，是不是啊？哎，当心身体，当心身体，侬背不动，还是我等侬背回去好了。哎呦，不要侬背，不要侬背。哎呀，那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呀。好不嘛地方运动要搞，来来来来，我跟侬背，哎，我跟侬背回去啊。那侬头发要帮我搭起哦。哎呀，俺个当年哪个会来得侬个粮食来？来来，那个人应该发老实了。好好好，背在那屋里去啊。哎，哦，我在那背去啊。哎哎哎哎哎，哎呀，小老子啊，是啥？我屋里想摸搿条路去，侬哪个摸搿条路去了？跑车在跑车在摸搿里想去。那好，侬听懂啊？侬当我真当好心好意帮侬背粮食啊？我跟侬讲，侬那良心话嘛啦，丈母娘那个屋里向噶穷，侬还要抢这个粮食？今朝子侬好吃嘛，我也好吃，我是逼到我自家屋里向。啊！出发那个娘，侬要死啦！侬来得我个粮食呀！侬放啦！侬放心啊！哟，我放心啊！这个粮食是我的，我不放了。跟侬怎敢不放？不放了！搿不放那个。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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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是豆豆吃了嘞，豆豆吃了嘞，豆豆跌落了，豆豆吃了嘞，豆豆吃了嘞，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我死嘞，原来是个骨豆豆啊！啊，那么你两岁妈妈看到啊，也对呢，我怎么没看到？快吃！鬼可笑，不切为媒啊！放下呀，放下！你可知道你家是为爷们造的？万一你结了子嗣，你为什么一丝不为？你怕为媒呀？娶了把命，不少的娘子啊，去跟我唱戏。公公我姑娘，你回来了。回来了，你们去吧。老李子啊，你兄这么想？啊，你呀、啊、你呀、啊，你这是亲亲的吗？吃的这样香，大儿老公公吃的那是我不知道，你呀真是他无良心呀！什么东西？你不能去的。大牛车，你不能去的。妈妈，妈妈，妈妈，老王，老王，妈妈，想不到我差家竟为了刀这么点的，哈哈哈哈。公弟，公弟，去跟我商量，三家五张太公，心急了吗？
是金公母去世，母女不好，这辈让他有命。世人不见公母恩重，又不终身休。这边家奴是偶日好，
要请示吧，姑娘别发无奈去相遇你，你还是在我包间房去吧。公公婆婆包场，但愿我我来领子，请你们安葬。
请大姑大嫂已经身亡，带我进去看看。啊，大姑大嫂，高低来了，拜见高低。侍卫，快快起来！想不到公公婆婆去世。高低媳妇，我这与你分明商量，我将青丝妙法前去定马，马上一闭，我心想上京招呼。怎么，你接下自己的青丝法上街上去卖了？真是叶薇的好媳妇了。公弟，虽然公母去世，我将她埋葬，世上我乘我而去，万望你清明假期为我到公弟门上一醉。世上何人知情，奉你进我公婆当上为谋。秀你此番上京寻夫，路途遥远，长途跋涉，你又是家乡邻居，身无分文，怎能上京啊？公弟，我儿与你，哪怕是千山万水，哪怕是一路惧怕，我也要上京。好，即使媳妇执意当今，要上京寻夫。那大姑大嫂的事，一切以我来办。多谢高弟，好啦，带我进来诊断一下。嗯，等到我也可照顾大姑大嫂一家，谁知道我也家遭围炉，三餐难度的日子，怎能来照顾于他？哎，公公，这八匹马乃是我唯一之马，我要将它带在身旁，一路去他。上京，好，我替你备上。你一路上京，可要多加小心。万一够我的话心，我也要带在身。他伤心不安，世上的姑娘等着不成，公母为马去打他哩。今日一相合璧，那位公母面前拜上去吧。
好一个也为的媳妇，为了公布定制，情愿接下亲事，我的宁子没长公婆，带我去叫来乡亲们一起帮忙帮忙。我要再跟不了一梦，梦见爹爹母亲已经死了，这是真是假出言难听，我今日心中不安，何不是叫出夫人说个明白，没把夫人哪里来了，老爷何时想起，哎，夫人，嗯，我这一生更得了一梦，梦见爹爹母亲已经死了，这是真是假我心中不宁，既是心神不宁，不妨到庙中之中写出去想八万，哎呀，夫人说得有理，那么我们还是到庙中一起，以老爷作主，吩咐下去，嗯，夫人，嗯，那么还是请吧，是此人好心哎，真多一番明人同生，夫人请，老爷，我想到观音阁中写出去相报了，好吧，今日次我们难得到来，今日还是各地语文一番，请请，我夫人到太原宝殿前去语文，我还是到玉殿去语文一番，怎么是他好心，虽然我在安大安大，是今我虽然生在异乡，这也是你失去的功劳。
娘的肚子，为什么落到此里？难道我娘醉了？娘子，娘子，为什么没有人啊？难道我爹娘真的死了？我先去问顾明啊，宝，那边大嫂去了，这位夫人去了，快快免礼，三夫人，我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想必你是异乡到此，你因何伤害了来？夫人。有病啊。
我见你礼落日下，今日我见你十分侍奉，心想结巴直面相逢。想我乃是一个老男子，怎能告他？哎，你说话真是不讲理了，穷都不为穷到底，王子也已差情。难道你不愿欺于我？我是不为言欺你的，夫人不愿言欺我，姑娘哪敢不愿？你已放弃谁了？我28岁啊，你倒是长最为子，女最为美，志志在上的小妹也里，妹妹起来，姐姐呀。我见你一路奔波，衣裳褴褛，身姿疲倦，不妨到我家中聚上一醉。多谢了。家园清唱，陪小姐一等，与我当道为夫。老爷，公公去世不能晚呀，你是为官之人，你可要保重身体呀。夫人，想不到爹娘一死，不知我的年纪到哪里去了。老爷呀，你倒找不到，我倒找到了。你把我娘子找到了。对的，你在此等着，我为你指指。妹妹，你因何如此模样？我早早告诉于你，你的丈夫就是我的丈夫，你的公婆就是我的公婆，他本家的是我的丈夫，他在死亡之中。这进去吧。娘子，你是不嫁？是啊，娘子，冤家呀！娘子，你离家别去，上前忙。
言迟呀。你的苦嘞，还是我的苦啊？你什么苦？你什么苦？家里哪里知道，我上去国考得中了北美状元，王母子一到，下府前去采拔，想不到恩师要我暗暗招亲，我不肯答应，王上圣旨飘下，我说是为抗圣旨，要由命来保啊！没奈何我只得答应下来，当王子爷我吐出真情。在梦的夫人声名大义，他说道：“你娘子到来，姊妹相随。我有私心，三百两银子向外交来，难道你没有收到吗？”冤家啊，冤家！三银银子私心到家，可不也不为我死了？今日这个家人在半路之上把银子盗走了。娘子，滚噻！哎，你受苦了。怎么的，相夫见君，自私大利，先与我结发姐妹，将我带回家来。要不然我们得知后生相会。是呀，竟然夫妻断子，可怜我爹娘他。是是，妹妹，刚才是我失礼，庙堂之中尚未托纳正经，请侄子原谅一。妹妹，我真为这光于你，尚不是妹妹受累于我，我今日夫妻外，不能相为你。好好，难得们，你们姊妹和睦。爹娘死了，我们明日一早还是为父亲去扫墓。是是甚好。娘子，路上辛苦，到内房用过酒啊。是，夫人。
此今天下无毛大雪，两肋凶扫身心而累，我赤王问杀且凶扫扫心，不假小奴才想当初临走之前，我多少言语吩咐于你，上有年满的娘，下有糟糠咽气，为什么一去不回，音信渺茫？难道是你中了高官，忘记了情深？不成，我骂你这不忠不孝的小奴贼。
兄杀，心内是大雪纷飞，两肋胸罩生杀痕累，我张国死得来替你们扫些来的。王兄嫂在阴司路上能给报你五娘她早在早到场，我哪怕是一死也心安了。太姑，待我还是伤心。再慢慢告诉我。是呀，四公，请你不要再怪于他，都怪我弟弟的不是，未必他在我家遭屈。此次失礼，你就是相夫切记，真是。你既是相夫切记，懂得三从四德，家与沟通，为什么不劝使他回来？公弟，在内老爷他往往之意东宫不动，别发无奈，你就少试他。是呀，弟弟，你就少了我吧。我们乃是有种种原因的。妹妹起来，好，老爷起来。徐坤在五娘的门上，少你这一次。啊，多谢弟弟。即使来到我门前，万不由我陪陪我们早上一把。大姑大嫂，你不孝子子孙孙回来了，我跟我妈我们回来了。其实此我们一定要把弟弟母亲重见为母。
此内理所当然讲的，从今以后你也不要再哭了。是呀，谁不明为君去吧。